来，赶紧行动啊！你自己让我看脸来。监视器、监听器，就叫人进监控诶。你怎样？嗯，怎样？控制机器开始电脑。嗯，算来，你是中和线。Jessica， 我又过来啊！别怪我跟你高高低，别怪，都怪你现在要开车跟我闹事。哇，你袂歹呢。还有一项最重要物件，来。哦。好。王会长，我手头有卖少天威集团的股份。啊、你介绍我迄个买主，伊在咧刚好啊。安娜，就是卡，这下实力吼，绝对是够坚强的啦。第一届吼，我都将你手中的股份一概接落来人，除了伊以外吼，找无第二个人。好啦，黄会长，只要你有法度吼，替我顺利将天威集团的股份拢卖出去，我绝对好好多谢你。这个买主吼，已经伫保险内底等啊，你紧入去。好，多谢。请问杰西卡，这种迷死人的魅力是多一个查甫人有法度拒绝我？Jessica， 我听黄会长讲，你想要买我手头天威集团的股份，所以我才来这的。请问你是？是你跟那个黄会长串通的，把我骗来家对不？讲到骗，你手头遐股份，这是你骗的。嗯哼，你讲唔对啊！用无正当的手段骗股份的人是蔡振祥。我跟蔡振祥已经结婚啦，伊把股份让乎我，你哪会是骗？杰西卡，这世人我歹人看真多啊。不过，唔好看过参照你这种这么厚面皮、这么没见效的歹人，我算是头一个拄到，你才是我大开眼界的。谢文亮，你莫钓到无死三，规只股票即马伫我的手头，
我是无可能行李的啦。阿公，莫浪费我的时间啦。再见。那遐着急就是要走啊？我阁有真重要代志要甲你讲哦。有话紧讲啦！你若敢甲我冻结，只要我出去，我就甲你讲。国家政权已经去反映过了，公立秋桃天威集团的勾魂是非法取得的不当得利，法院裁定嘛已经出来，你今嘛一定要把秋桃的勾魂用好我。亚军，无你今嘛当作我是法律小白哦，我已经问过我的律师我啦，你提告的人是蔡正祥呢，敢用你勾魂的人嘛是伊才对啊，我什么地带啊？你才是法律小白。你跟正祥今麦个是阿妈不管的，话已领定，正祥个勾魂装合理是违法脱产。雅君，麦已经跟你出台勾魂提出假扣押，所以你无权利跟你个勾魂袂合理，因为你无权办你过吼。有叫你？你什么理啦？你怪就怪你家己，你要逼我跟你结婚啊？蔡正祥，你今麦死袂跟我离婚，你就想讲我无理法啦是无？你想要咧继续互相伤害你？好啊，来啊！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要把你这敢冒险的凶手送你去地狱。恁这人，拢给我等咧！我绝对找律师给恁告啊！你安尼伤害我的亲人，真正是无血无目屎咧！蔡正祥，我你这么是头一天认识我，我本来就安尼啊，无你是会当安怎？杰西卡，你唔通忘记，我已经清醒啊！你若是对我厝内面的人继续安尼乱骂，所以啊，我会对你无客气。谢文良，你也变怕歹，啊，佮恁查某囝他妈死去，拢是这个蔡正祥害的呢！你无找伊报仇就算，佮遐尔维护伊，我看你就出事哦，就是这老混蛋啦！啊！你讲我，你若继续安尼大细声，我就佮你就按倒转。Jessica， 多谢你嘞。若不是你对阮爸下毒手，我拢唔知影阮爸啥物时阵死切。Jessica， 你唔通阁遐尔皮啊！阮俩已经无像像以前遐尔好对付啊。Jessica， 这世间确实有因果报应。那无想要参像我同款，我靠靠你，赶紧回头。若无你下场，会比我更加凄惨。我听你咧放屁咧，你想讲咧我就会惊你哦？我跟你讲啦，我这是卡是无可能认输的啦，唔信哦，你大家也不要等咧看啦。叫回啦！啊，你唔靠我累吗？是安那，当作个是正义魔人哦！哎，我甲股票行人哦，无可能啦，卖笑死我啦！这鸟车弯哦，这是看那波波，我的命都改到卡着因啦！
阿怪白雪是安怎？哪会安尼愈来愈看袂清楚啊？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到底是去弄到啥？无物件。我是去弄到啥啦？我袂当紧张，我先离开这，快离开这。要把我弄死，你害死我一条命，还想要对我好心，我不然就放你煞，我不害你赔命，我害你赔命。这一条有人在给我创的，对，绝对是安尼。你是啥包？等了真准哦。你番茄酱洗手液嘛真厉害啊！上厉害是声音变噪，还跟我一样控制音响 AI 技术。今麦只是多开心呀！我里面有杰西卡在呀，对吧？是谁做什么款？明星最新八点档，荣耀巨星曾董源、吴婉君、傅子淳、吴浩生、江俊翰、何豪杰、陈延安、苏秉宪、陈西峰、赖慧茹、苗真、张家伟、严小云。马俊麟、陈家奎、傅小云、胡佳爱、潘奕如、罗子维、张伯洲、杨浩威、陈佑荣、黄少谷、周雨柔、洪浩俊、阮氏翠恒，香华冰溪最新倍量大戏《爱的荣耀》。